看我表演，看我爸爸戏，爸爸戏，爸爸戏，爸爸戏。先看哪个？你来挑。我都行，先看第二把好不好？然后再看第三把。哦，怎么？就第一把就不看了？第一把没必要。可以，这个没问题。哎，这个没问题，不好看，这个没问题，不好看。就直接看第二把，来。第一局啊，第一局啊，不看第一局吗？啊，点错了。不是，现在就流程都得我来告诉你了呗。那你来，到底鼠标给他妈谁的直播间？鼠标给你，喜欢叫不？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来来，鼠标给你，你这你，哎，你来，你来，不是，哥巴装什么？高处不胜。太暴力，这种只能说太暴力。干嘛？他不会是一个，哦，还好头像没那么暴力。那老干爹平野绫都来了嘛？哎。第一把是他们输了还是赢了？输了呀，输了，对吧？他都这样了，他都这样了，怎么赢啊？完了，不是，主要他们当时评价的时候啊，还就只是评价单场嘛，啊，然后后来京东记连翻两把，我无法想象会变成什么。风向直接逆转，对，就反正就不管，反正就先逮着你喷，你赢了我就装死。这就是网络吗？而且还有更夸张的，假如说你记住这个人的 ID， 嗯，假如，哎，能不能翻他，就是好像能，可以看他后面的评论，哦，他隐身了，他隐身了，哦，看不到了。有种你就把你打开，我看一下你后面给谁评论。等会儿后面就给牙膏，就说哇，不愧是牙膏。高哥就是高哥，对高哥，然后在李宁记那边再留两句，对什么哥巴斯套的什么，对对对。你看这种京东的失利，只能越来越证明左手的含金量在 ruler 这流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什么叫想你的滔搏双子星啊？哦，是那个，就那个三六九三六九 night， 嗯，哪位怎么说？你看来了，虎扑 JR 幺九二五五幺四九零六，真要给他们这些嘴脸，就是那种逮一下，对，这种嘴脸真要逮他们。你看全隐身，有本事你打开回贴，三个小时前，嗯，你看。三个小时前是刚打完第一把，对啊，就是肯定是第一把打完评论的呀，这些人打完之后没发过东西了，就嗯，就打完之后就没发过东西了。有本事让我看看你后面的嘴脸，米山，看一下，塔姆当落完，我刚叫完，刚叫完米神，我刚叫完。看呀，等会儿。等会儿，不对，这句话怎么？跟红米差了十个我，就等于说意思就是意思我等于十分之一个红米。对，你妈的，这不是在黑我吗？我说了等会儿不对劲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不，你黑他，你黑我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看赢着呢，财神是什么意思啊？啊啊，还有这种东西的吗？不知道啊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官方给他的？对，财神吗？官方给他的称号？对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哦，钱最多吗？不知道，不懂。
可能是的，可能是的，是哦 ，MVP， 他们说 MVP 他不输了吗？这把哦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哦，这把赢了，哦 ，MVP 是吧 ？MVP， 别打黑啊！真的吗？什么呀？就是说他赢了也被黑，输了也被黑吗？现在真的呀？为啥呀？不知道。门神，门神，门神二郎神，门神是什么？门神吃伤害最多的应该是。我操，内蒙塔尔赞。老赞。你看啊，现在这些风我看出来，现在这些风评待会儿一看第二把全部变掉，等啊第三把更夸张。我现在已经等准备看第二把，你就记住这些什么9.5、9.4这些什么什么什么 GoBa 孩子们，我继续 rank 了。什么马克尔，马上全是他妈塔赞，我上号了呀。二郎神，什么六九哥，我悟了。行也在他们队，现在不是最我知道最夸张的是 ID 属地河北啊，李宁记嘎啦，还是原名？干嘛？不会就是这？有可能，有可能开个小号，有可能就是他，就是他，逮他！我玩了虎扑1300多天了，已经。对啊，你看啊，我看了1300多天。What the fuck？ 1349天，你妈玩了，关注4年，没品图。我虎扑出来有4年吗？有吧，肯定有啊。好多好多年。是啊。哎，就是那个，我还有更色的。哦，9.2很高吧？很高啊！啊。不是，他这个是自色月牙，他不是。哎，一开始真没看出来，哎，真没看出来。抽烂猪开的脸。怎么说？记住这句话，马上就，哥们把他们的 BP 都已经看得透透，两边的 BP 都看得透透。第二局，装是吧？怎么说？先把赢的看了。嗯，先看赢的。他说第一局是吧？对，真能黑呀、啊，你们这些人。哎，我第二把是不是说他没抽烟来着的？是哪一把？嗯，第二是塔利亚。从第二把开始。嗯。没有没有，第二把是正常的，第三把没抽烟哦。第三把塔利亚没抽烟。财神 MVP 9.9，维鲁斯法洛士没问题，这把法洛士没问题。感觉没意思，赢在那边，感觉对，感觉赢的这一边还好。对，理解69，成为69，卡了，
哎，卡了？不知道啊，看一下，他们这边看得见。好了好了好 了, 好了，卡了卡了，刚才好了。没有啊，你们别乱黑，这版本上单就是这样的呀。这是版本上单不就是这样吗？上单确实没有。有没有他们不都一样吗？上单确实胜负已定，好好兑现就行了。这版本有人被逮了。什么？有人被逮了，这个人被逮了，把把挡赢绝，就留这个评论的被逮了。这被你玩明白了，就这个人被逮住了、哦、把把挡赢绝，从他身上看到了我玩上单的影子，然后被人逮了，好恨。然后一点开全是 TB 牌 TB 牌眼。这把他有什么用，换谁来都能扛，这把赢跟他有关系。哦，就纯黑子。对，纯黑、就是、纯黑，就是那种小丑黑、就他还不是串，他赢了他也要黑你。就串子起码带点脑子，就他得想怎么串、嗯、他这个是纯不带脑子的抠字。TB 牌眼。哎呀，要进去听那个解说说 TB 他妈听不明白，就也、嗯、对，就耳朵也有点问题，就哥巴也听不明白，就也不知道是 TB 还是 TP， 然后就哥巴随便打一个，自己听成 TB 了就打 TB。 他不会是那种吧，他是看 NBA 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那这个他为了涨那个，可能虎扑有什么那种分，他为了涨分、嗯、然后找一个那种就开始发言、嗯、然后进去听了一句 TB。对，然后就他不知道就 TB， 对，就不懂了啊。他应该是看 NBA 的。啊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人家赢了9.6，你给人家打5分，五星，然后来句这个，就是哦，他反过来的，他是其实在夸他。不是，就是说他没有拿冠军、嗯、但是他泰坦都这么厉害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另外一种？是吗？就是拿了冠军的辅助泰坦玩的都不好，但是没拿冠军的辅助泰坦玩的都好、哦、还是在夸他呀。真的在夸吗？还是在夸？听着感觉不像。还是在夸他，听着只能把他这么洗了，不太像。真什么真啊、耶夫林耶夫哎，这个感觉得给所有的辅助发一个。对，就辅助开车，我我记得是没见撞过的。是是 是, 是, 是。中野开车打野是80%撞，中路是100%撞。有一天那个 Knight 不是撞墙吗？我有很强烈的预感他要来搞、啊，他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他必须来搞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你知道吗？有一次就是他一开始玩 Nico 的时候，嗯、他一开始集训的时候还不太会玩 Nico，、嗯、他玩把 Nico， 然后他那个高天亮就来一句跟我说了一句，他说。你看他必搞，他必要变个蓝 buff， 然后走到那个线上来，他真变了个三郎跑过来，就他就喜欢那样搞，他就是觉得自己很搞笑，应该就那种脸笑着走过来。龙王爷就是抢龙抢就是龙拿的最多呗。这把赵信。没问题，第二把赢得很快吧？是，我记得第二把是赢得很快的吧？不，早选 C 的早赢了，还在那里。我操！突然都，嗯，啊啊？为什么会有我吗？对面教练，啊？快快快，不看了，这不看了，这条不看，往上滑。不是他上次留的什么言来着？对，对吧？对他上次留的什么言？得逮一下吧。他是怎么说的？他等会儿，等会儿我去逮一下。自色月牙，第一自色月第一，他说的那个，他说的那个、哦、BP 抽烂初开的脸，哇！自色月牙绝对的顶级处。这第二局他输的，他是输了的，对吧？那个自色月呀，是输了呀。嗯，他在。对的呀。他在这里。哦，他在这里留言。他是在。哦，谁赢他留给谁。他是在这里留言。他是谁赢他留给谁。
他在这里，他不是在那边，兄弟，他在这里留的言。他谁赢，他给谁留言。我操，有一个九点一的，输了九点一的是谁？谁啊？我看到谁输了九上面有输了有一个九点一。哦哦哦，能走正门的那个。正门，他走正门。紫卡真能走正门，他走正门都绝对能走正门，就你仰着头走出去，一边走一边。今天真不来哥们吧。还是那个问题，现在上单影响力有点小。哦，最菜要卢仙也不至于吧，不至于啊。这是什么啦？不知道。嘎黑是吧？没看比赛，嘎黑是吧？不是，为什么一到嘎拉这里进攻性这么强啊？不知道呀。不是，你们攻击嘎拉干嘛？还好吧。那把是什么情况来着？我们第二把看的。他是卢仙，对面是维鲁斯泰坦，对吧？维鲁斯泰坦的吧？哦，哦，那把想起来了。看一下这个九点三的，我操，输了九点三哦，这个是，这个是输了九点三哦。他也不能说尽力吧，他那个奎桑提是就是正常的，也是正常，就冰拳加布甲鞋那把嘛，对吧？这个人是不是也很多？这个人每次都被点上去。这个肯定多呀，对，这个好像他们有粉丝的，就是感觉关注着他在看什么，就给他猛点，就是某几个人有没有这种关注？比如我关注他，他留言什么，我就给他点赞，就这有可能，就应该有这种功能，感觉有，就是有那种专门赖在这里，对，就看他说什么，说什么就给他点，就是该看很多都是往那一泡，对，有吧？感觉真有。我这有点搞笑，到底是哪里来的呀？主要看前面，不是有点搞笑是哪儿来的呀？不知道呀，有点搞笑什么意思呢？不知道啊，突然蹦出来一个有点搞笑是什么？他们也在刷有点搞笑，不知道啊，什么意思？哦，队内语音是吧？赛后语音有点搞笑 啊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谁说的有点搞笑？哦，他们说李宁的赛后语音，哦，他们说是。哦 ，Scott 说的 ，Scott 说的 ，Scott 说的那个有点搞笑，这么变态啊！应该上一把，你想队内语音嘛？队内语音肯定上一场比赛的吧？这啊啊啊，对，懂了懂了，那就有点暴力，那不是有点搞笑，那有点暴力。哎，这把 BSYY 确实没办法，没问题啊！这把 BP 我说了，他前面选了位。拿了卢仙选了位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，他岩雀老黑加上卢仙庄周加位，感觉 BP 已经封顶了。对，他这 BP 前面是有想法，就是有卢仙自己把位拿了，而下去还能拿到就是不错的英雄，对，塔利亚这种能接 combo 的英雄还行啊，阵容还行，没问题，逻辑是没问题的。这把 BP 看大事件，他在跟谁说？他在跟管泽宇说吗？他是不是今天解说很那个，比如有偏向性，然后觉得李宁要赢什么东西的，然后说我怕你被人堵了。他偏向京东，
是不是？有可能，有可能比较偏京东。但是问题在于，他也不在现场解说啊，在他在演播厅解说啊，他 Q 八没有吗？他没有在演播厅解说，哦、演播 厅,、哦、演播厅在上海、哦，没有。现场也有解说的，就是一个是演播厅的解说，还有一些解说是在现场。没有、哦对啊，他是现场播演播厅的解说声音。对啊，对啊，你逮不住他，没问题、啊。不是，别说废话，又是哪儿来的？啊，有有有，刚才没看到啊。啊，听到别说废话了。不，别说废话，又是Q8哪儿来的？有有有，刚才里面不就有吗？别说废话，有吧？那里面，我听到了，好像。就刚才那里面吗？对，就刚才那里面。这么变态？嗯。别说废话，说实话有点色，听着。他也是没点前面的那个箭头，他点了，勾把羊开。虎扑 JR 幺七七九配上朱开的头像，然后说了一句“国服孙策”不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能不能放哥们帅一点呢？那时候哥们很胖，懂不懂规矩啊？啊？看一下那个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，还有好多，快看一下，很急，我想看那个，我想看那个，2.5分给5分加油，又被逮了，9.3分给5分合理吧？啊，2.5分的那一局还是给5分，说句加油，然后到嘎啦这里就是要给1分就服了。2.5。哎，这些被逮的挺色的，我感觉就是周记洋串那种，那种老串子，对，太变态了，被逮了，太变态了。哎，这把剑魔很棒吗？我没看后面，后面没看，后面没看，应该很棒。你啊，这么久的事情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你们记性有点远的，给勾八砍昏了。这把应该打得很好，我没看后面。应该羊砍，但是那一把后面我们看基本上也要赢了，好像。这勾八是哪儿来的照片？这不就是你的吗？你自己看那天的视频啊，有点夸张。山枪哥挺适合京东的，说实话，真挺适合京东，是可以打法挺适合京东的。你要他 C， 他后面也能 C， 然后前面他给你稳住局面，你也不用管他，他自己能玩。我早给卡，刚想说，不是，哥爸天天给他玩个 rare， 他们玩着玩着都要晕了，还要在那里玩，然后还觉得 rare 很有用。蒙德瑞尔他自己想玩，他真想玩，他真喜欢玩。啊，第三局这么精彩吗？还有赌上职业生涯的闪现呢，还行。这么精彩吗？没看到。但说实话，我刚刚说了，那个寒冰维鲁斯，你妈拿什么打？他拿什么打？派克加德莱文德子对。一德子本身就不是嘎啦擅长的英雄哦，有可能真搞错了。打完第三把有点热了，就是那种突然之间眼前一看，我操 ，Mark 旁边一看，我操，哥哥在他旁边。然后那个 Mark 给
Mark 给白色妖说了一句给哥哥拿德莱文，然后白色妖说 OK， 是不是这剧吧？差不多。对啊，这很热，那是打的。好，旁边特意看看着嘎啦，我操，哥哥在旁边，我操，差不多。你还有德子，我派克你德子，就是错想错人，就是给我把想错了，你懂吧？对，就还在想我 AD， 对，那把我说实话，三楼半寒冰，什么逼事都没有。哎呦，这么长吗？哦，这是在理性分析，理性网友，这个只能说理性网友。理性网友，这个 是你勾巴来了京东记，你就是京东记啊，和勾巴真记有什么关系啊？就他说勾巴京东记的人又不是真记的人，就他的意思用真记的打法干嘛？妈昏了！嗯，这个是谁啊？死扣儿哦，这个是死扣吗？对，哦，不是你在哪儿你就用哪儿，马赛克战队吗？马赛克战队吗？这精彩了，这精彩了，这个有点刺激，这精彩，我就想看这里。这个得准备一下，要坐直了看这里，坐直。哎，应该挺变态的，很变态，很 BT。把那个训练问题，关于丁奇进幺二零三了。哎呀，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啊？我不知道发生什么。后面发生什么了？要不我去看一眼。真要去看一眼，我感觉。我真不知道发生什么啊。确实没看，但是看起来感觉很夸张。对位领先2000吗？不，我有一说一，嘎啦玩这种英雄，就不是他的那种性格使然，你知道吗？你想一下，余文波他去玩德莱文，这把应该杀起来了。好像是的，对吧？如果真是按他们说的什么对位领先2000，什么经济12000，余文波第一个往前 给完之后，队友帮他收完。他也无作用吗？这么变态吗？都有点搞笑，下面全是有点搞笑。啊！又操，在打架，好像在吵架。上面那条也在吵架，全在勾巴吵架。上面那条在吵架，在维护自己的偶像，全在吵架。这个没意思，这来往我最不喜欢去网上吵架，就你来点那种阴阳怪气什么那种，大家笑一笑没问题。打黑那种没道理，狂骂也没道理，狂喷不要。啊，他也能走这门吗？他能走吗？不知道啊，说明发挥还可以啊。哦，他抢到龙了啊！哦，那可以，那应该行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又被逮住了吗？又被逮了，破案了。除了抢龙还有啥？到处逛街只会撒大。哦，跟谁说啊？微微吗 ？BLG， 你看他是 BLG 专辑啊。然后呢？哦，全是嘎黑，全是黑。就是 NBA 的，看 NBA 的，又是看 NBA 的。
有没有可能是玩农的？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就是应该是收了钱的水军，应该是那种收了钱的水军。哎，紫卡今天这么尽力吗？绝对能走正门吧？看评论这么尽力吗？啊，他这么尽力啊？紫卡真没问题吧？来了。这个没办法，这必是听了你。不，这个没办法，感觉这个确实没办法。是吗？对。哦，那下去白色月牙的应该更暴力。不是，主要，哎，主要之前他的派克加哥哥的德莱文把别人爆昏了。对，主要确实爆昏了，就一条路通完，直接通到底。但是，哎。我跟你说，这把我们看了前面对吧，他上线已经很顺利了，那个德子正常来说不会长这样的，正常来说被抢下草然后前面有点难受的。这个有点色，说实话这个不懂的人是肯定看不懂的。是的，这个真有点色，我操。啊，不是马克感觉对线打得挺好的。他那几个，我看后面肯定和派克这英雄就没关系了。就后面派克打团就是挂机啊，就挂着呗。他怎么跑出来了？怎么还有他啊？哎，之前好像都没见过他。有，但是没那么多。对，越南杀手。有，但是没那么多。有点夸张。什么意思啊？LNG 九号电动吗？他们居然叫麒麟云中线超话。暴力暴力。